小轩三晚以后齐聚为爱的希望2004年情人节演唱会彩排，并演唱了届时合唱的曲子 How Deep's Your Love。 虽然四人是首次一同彩排，但彼此却有着不错的默契。第一次记者会，四个人都到。那今天呢，其实过了好像几个月了，那我们又四个人在这里，然后这次是拿了麦克风，跟着这个很棒的 band 一起唱歌，觉得感觉真的很爽，很快乐。而且我们这个四人组感觉上面默契有进步，就是越来越好的感觉。此外，除了希望当天天空作美，不要下雨，让大家都能够度过完美的情人节之外，日前表示要在当晚寻找老婆的陶喆也以蓄势待发。那我要找找看，那天我会把我的眼睛准备得很锐利，要看一下观众下面有没有一些这个适合做老婆的一些女性朋友。那跟那个灯光师配合一下，对对对，他帮观众打 spotlight。对对对，然后如果说有的话，我就可能会请他上台。然后呢，我就直接狂吻求婚。陈星红、林淑梅采访不到。